都系剧本写嘅，定系佢自己加嘅？剧本冇写噶，佢话情到浓时嗰下佢好兴奋啊，咁啊石落嚟啊，咁唔通我推开佢？佢定系咪谂住同佢搏你回套咁样？我嗰刻我好惊啊，即系未有呢个经验啊嘛。啊！呢一阵子咧，有啲朋友咧都同我讲：，哎呀，希望咧啲日子过得慢啲。点解？就因为佢哋咧追紧呢个失忆24小时啊嘛。哦。咁已经进入咗呢个嘅结局篇啊嘛。星期六咧就系连续2小时嘅大结局啦嘛。O K。系啊。我哋有啲浸淫喺剧情里边，哎呀，想唔好咁快完啦，但系又想知道后边嗰啲啊，究竟谁是谁啊嗰啲咧，系。咁所以咧，都好纠结下嘅。今日咧，我哋请到咧《失忆24小时》里边咧饰演肥虫嘅呢位朋友啊，冇错，佢就系何远东啊。Hello， 大家好，咁多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哇！系啊，入翻气啦，即刻一入气就系咁讲嘢嘅，成日成把声个语气都唔同啦。系啊，最紧要有嘢食咯，我系啊。喂，你大哥咧，系郭晋安咧，同你姐姐咧，即系江欣燕咧，同埋你三个咧喺电视上边咧，好似一家人咁啊！系啊，哥哥仲要锡我添啊！锡你边度啊？佢锡我嘴嘴啊！系啊，佢条胡须吉唔吉你噶？好吉啊！系啊，万事大吉啊！搞到我想揾一场咧，我即刻揾一场啊，锡翻佢够本啊！你又锡佢边度啊？我锡佢块面啫，我唔够胆锡佢个嘴，我都唔知点解啊！大哥佢咁够胆锡我个嘴度啊！那個、我想知道是劇本寫的定是他自己加的？劇本冇寫的，他話情到濃時嗰下佢好興奮啊，咁啊錫落嚟啊，咁唔通我推開佢？佢定係咪諗住同佢搏你回套咁樣諗住？哇！咁濃啊個情，我嗰刻我好驚啊，即係未有呢個經驗啊嘛。係啊，不過原來哦錫落嚟都係咁咯，嘴一個咯，都係綿綿咁咯嚇，都綿綿咯，哎呀濕濕地咁啊，好嫌棄咁，真係濕濕地。但係即係見到你哋一家人。那個感情又很融合啦，係咪？但同埋好和咯，我覺得件事係咪之前你哋其實自己都加咗一啲溝通啊，或者大家都互相加咗啲功課落去嘅？我哋因為我哋其實同欣欣就第一次合作啦，直頭其實好難有一啲咁經典嘅，即係又唔係經典，即係呢啲咁前輩級嘅演員可以一齊合作。咁咧變咗一埋位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你不熟讀那一場戲呢、根本上欣欣因為他有很多 ideas 的、他會帶到你不知道飛了去哪一個劇情但是呢他是做得很放的因為他是做一個比較豪放的姐姐嘛是啊的士司機跟住呢我就見到哇他們兩個都這麼厲害我就自己見到一有啲咩碌碌啦啦，就即刻要笑曬反應落去啦，即係寧願俾人剪咗佢啊嘛，但係唔好冇表現咯。O K， 我都係一個考驗嚟嘅喎，係啊，不斷咁樣加落去喎。不過有個好想知咧，就係演呢一種角色，因為入邊肥蟲啦個角色要同大家講下啦。其實佢入邊個智商就係大約10歲左右啊，真人係一樣嘅，係同真人一樣嘅，唔係唔一樣，對漏咗個唔知。我心底係10歲嘅，完全相反。喂，但係呢一種角色其實唔易嘅喎，即係好容易會。即你要怎样去揣摩要做一个智商大约是这个岁数的角色是事前是不是做很多功课呢事前事后都要做一些东西的事前呢就真的去因为我家里附近就有一间中心是训练即是这类型的小朋友的那是青少年这样那我直头是跟他们一起翻工咁翻咯我去看他们怎样上堂一起做训练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咁嗰陣時係我去咗一個禮拜，我打攪咗佢哋。係。咁因為睇嚟嗰度嘅膳食應該相當唔錯喎。你居然可以喺嗰度食咗一個禮拜，係咪？我話俾你聽，絕對係優質。因為咧，因為佢係自己煮㗎，佢哋其實自主啊，不由自主，不由自主咁樣要留低啊，不由自主。喂，翻返嚟。咁跟住就我就即不停同佢哋傾偈啊，觀察佢哋啊。你發覺佢哋有啲咩同普通嘅？即是同年齡的人有最大的分別是什麼他們最大的分別是他們太單純了、嗯、但是呢我雖然這樣說、但是他們其實是很狡猾的
因為咧，佢哋係不停揾機會咧，一見到個導師行開咗咧，佢哋就會偷懶噶啦。佢哋係教我，其實依度咧唔使摺咁多毛巾啊。跟住，因為佢哋個訓練就係要喺定時，即係老師一撳咗個 BB， 即係嗰啲計時器咧，佢哋就要摺曬啲毛巾咁樣啦。但係咧，佢哋見到老師撳完個掣出咗去咧，佢哋就會休息，同埋佢哋識得 pause， 我暫停個秒，然之後等個老師差唔多，哎呀好啦，休息完啦，咁樣再撳。所以其實你問我，其實佢同普通嘅小朋友係冇分別，都係會頑皮啊。不過佢係，不過佢細個啲咯，即係一個大人嘅身軀，但係小朋友嘅。即係腦袋咁咯，咁但係你一開始接到呢個角色，知道就係要飾演一個即係智商係十歲嘅男仔，但係大人嚟噶啦嘛。咁你嗰陣時個心情係點咧？即係第一次做呢啲角色係嘛？其實我接呢個角色嘅時候咧，我係去緊旅行嘅，我喺日本啊嗰陣時。哇！跟住監製 Amy 即係打電話嚟，哎呀，我諗到個角色俾你啦。跟住我話，等我諗下先。我有一個角色我好想做嘅，就係、是、我好想做。即係可能智商差少少嘅，跟住佢就話：哇，你咁叻仔嘅！跟住我就即係因為我同個編審通完電話嘛，傻女。跟住我就諗：哇，估唔到，真係終於都等到呢一個。但係我覺得其實難演嘅，係咯，因為扮小朋友我就覺得唔難事嚟嘅。但你點樣去拿捏到嗰條線，令到嗰樣嘢唔好過分？係啊，係啊，依樣嘢我覺得最難嘅。嗰陣時，所以即係我自己睇完啦，事後咧就真係要做好多檢討，即係睇下我擺幾多元素落去咧，即係我講嘢或者佢啲神情啊，又或者你唔可以做，即係我成日好驚咧，就係你醜化咗某一類人，其實係咁唔公平，即係我唔想咯。但係我最想就係大家多啲關心佢哋咯，係佢哋好需要人愛佢嘅其實。有冇同阿郭晉安偷師咧？因為佢都做過阿王咁樣噶嘛。誒，我細細個就睇佢啲電視，真係係其實都冇得點樣偷噶啦，即係因為佢已經即係豬肉在前咁，佢已經做咗，咁所以我又冇比較，又冇任何嘢，咁我只可以盡自己能力去做咯。係，不過我覺得咧，阿東亦其中一樣好著數嘅地方係咩？係佢之前成日都同啲小朋友一齊相處嘅，係，所以佢其實已經將小朋友嘅一啲好可愛或者啲特質已經記咗喺個腦裏邊，係啦，就再 apply 落去啊呢啲童年。呢啲年紀嘅呢啲即係嘅表情啊，嗰啲動作啊，所以我覺得，所以對於佢嚟講，之前同小朋友嘅相處係好，即係估唔到係真咁有用啊！因為佢教啲小朋友演戲啊嘛，係啊，佢就做導師，做教佢哋表演。不過依輪就即係冇得上咁多堂啦，即係之前又要 Zoom 咁樣咧，係即係變咗。我都好想快啲有實體課上嘅，即係見到啲小朋友跳跳扎，其實會開心啲。係好多人都期待實體課啦，但係你今次都做得好好，因為見到你嘅單純，你都會即係睇嘅時候都會發自內心笑啦。尤其是你同你家姐阿哥就講啲白色方言，成日都白色方言同埋黑色嘅社會。我都係諗緊，呢啲都係劇本有定係都係自己加噶？白色方言係劇本有嘅，但黑色嘅社會係我自己加嘅。同埋你諗唔到就係我哋其實入邊講咗啲，因為講我好中意睇韓劇。咁跟住我就要教郭晉安，我話不如我哋加啲韓劇嘅元素落去啦。咁跟住佢咧就學識咗惡霸啊，嗰啲 Miyale 咁樣咯。而我哋覺得最好就係咩咧？因為今個禮拜已經係結局篇啦，你會喺後期咧會見到我哋用翻呢啲好開心嘅字嚟演繹一啲。即係唔係咁開心嘅時候，思密達係啦，即係笑中有淚咁樣，即係咁失失密達咁樣，跟住即係我覺得係啊幾好喎，即係有人同我一齊玩咁樣。我覺得一個劇集好睇就一定要唔同嘅線有唔同嘅元素，令到觀眾睇嘅時間個情緒係跟住個劇情走，同埋跟住你哋一齊走。係咁啊，非常之開心啦！見到阿東又有非常精彩嘅演出啊！大家咧今個禮拜亦都係要緊貼住啦，係嘛？一齊睇睇呢個嘅結局篇，最後嘅結局係如何嘅？